这都10个冰柜了，这里应该才是大平间吧？啊，电都已经停了，好嘛，这是，哎呀妈呀，出，哎呀，呀妈呀，好大的味儿啊！接上一集，今天咱们继续探索这个废弃的人生终点站。哎呀妈呀，看这满地的草，落叶。这是一个小罐罐哦，多久了？都有蜘蛛网了哈，刻着花。哇、哦，这地上还有这鲜艳的小黄花，看、啊，挺鲜艳的。找，这里有个卷帘门哈。哎呦我去！哎呀妈呀！哇、哦，这么多小盒子呀！哦，啊，这是刻的凤凰，这刻的山水。我上面是尘土都挺厚啊，这上面写着寿。哇、哦，这么多盒子，这些盒子就要全部作价卖出去的话，这都得成千上万了吧？上万都只打不住了啊！你看这小花花掉色了，然后是这种千奇百态的大盒子呀，这都堆积如山了。你看蜘蛛网都有了，新的哦，这都是盒子里边单独包装的，这种的贵吧？你看这边就有一个，哇，刻着一只凤凰，好那个呀！哎呀妈呀，这里还有个大楼呢哈、哦！你好，有什么？哇，这边怎么一个影子啊？谁呀？好像是树哈，吓我一跳，我去！这大真皮沙发，这个地方要么是会议室，要么就是领导办公室。你看这大沙发，全都是真皮的，就是上面灰挺多呀。搬走了多久了？一片狼藉呀！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宝葫芦，我叫你们一声，你们敢答应吗？宝葫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逍遥丸，看这名字就知道是女人吃的吧？哎呦我去！你们大家看这个字，这属于是拆迁办呀？这是？哦，这是。正常的拆迁办是拆房子的，这地方是那个啥的呀？你好，哇，一个办公室哈，那这边还有蚊帐呢。哎呦，上边还有个衣服，这衣服挂的可有年头了。这里还有个电视啊，这应该是领导们看的吧？没电了，终点站里边怎么还挂着这种钟馗的画像呢？第五元素，这好都没看过呀，这么多光盘。二楼的角落里边还放了一辆小黄车啊，反正写的项目推进办公室，这估计这个地方要搬迁的办公室。哎呀，看这边的环境，曲径通幽处啊，不知道里边还有个啥呀？这里应该就是这个终点站最后一个大楼了，也是在它的最后边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火化车间吧？哇塞！真是那个车间哦，你看大冰柜，这大冰柜就对着这个炉子口啊，哇，这倒是方便了。哦，这边还有冰柜呢，这把这里称之为大冰间也没毛病的吧？一俩仨，一个里边能放仨哦。这个口子是送进去的，送入的，但是它这有闸门，关着呢，好像一共就两个炉子啊，这边一个，这边写着什么非工作人员。请止步，这是内部人走的通道啊！哇，刚才一股风吹的，你看，吹的这纸皮子都动了。这个盒子应该就是对着这个口铲那个灰的哈。哇，好沉呀！看这里边，咦，里边空空如也。哇，看来是不是大顶都扒了？人家这么大的设备还在呢，写着什么石灰要什么什么别碰掏灰口，这就是掏灰口。这里有一个小型的一个电视机啥呀？这应该是这种场合应该是地藏王菩萨对吧？6月15号是诀别一个，化妆一个，这些东西看了真的是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啊、哦！每次来感悟颇多呀。看这被杂草覆盖的一个什么不知名的一个什么设备呀？
还有这个小推车，专门推那个老前辈的小推车。说实话，一个人在这里边守着，有点慌。这里是什么呀？一个蓝色的桶。这边有这么桶，我去。这是。哎呀妈呀！说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好大的味儿啊！哇，这里边是老前辈呀！哎呀妈呀，这么大味儿啊！哇，这个蓝桶里边是嘎下来的那个，反正是一大坨啊，我也闹不清是啥。哇，那不用想了吧？这种红袋子、红桶里边的，你看这个得装了有一半儿，这个是一小半儿。哇，这里边装了一大桶啊！哇塞，这是一俩仨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大桶，也就是八个老前辈了。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，这边的七个大桶，七个红桶，每个上面都是写着名字啥的，都拿那个胶布给缠死了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就不要打了啊！打开的话，第一是没意义，第二也是不太好。我这个重要站里边遗留的东西，老前辈都没有留下，但是这些东西倒是留下来了哈。哇，墙上这么多领带啊！说实话，我现在活了都快30个年头了，我居然不会打领带，我也没打过领带。这是那个解剖台是吧？不过这解剖台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上面的大顶掉下来了。咦，你看这解剖台上面都是灰呀、啊！哇塞，这边的冰柜更多呀！好嘛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哇，这边是八个冰柜呀，加上刚才我们在外边看到的那两个，这都10个冰柜了。这里应该才是大平间吧，同志们。哇，但里边看着还挺新哦，啊，电都已经停了，甚至就连蜘蛛网都已经有了。这里应该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平间了。这里是废弃的终点站，终点，同时也是起点。下期见哦，拜拜。